式裤裙，而且呢，来，因为黑色可以很明显看到里面有一件短裤，所以呢，你不用担心有内着的问题，在阳光之下，它就是若隐若现。把它放下来，它一样是一个非常垂坠式的、非常舒服的一个压褶宽裤，但是呢，脚并起来，它又很像裙子哦，真的非常的凉爽，完全让我们看不到任何一点肉肉哦。好，那它的尺寸啦，当然要让你们看得到的人都可以买，看得到的人都要喜欢，所以呢，一样尺寸 SML、XL 都可以穿哦。即便呢、啊，我穿着平底鞋，这一件裤子它也不落地不踩地，而且呢，你看它伞度多漂亮。好，但是却是修身显瘦的、哦、它其实呢整个都是压折的，而且它压得非常的精细，非常的漂亮哦。好，压折根根分明。再来刚刚讲它是走一个透纱雪纺，完全冰凉丝滑，粉肤色呢一样没有什么内着的问题。来，我稍微拉好给各位看哦，它里面有没有看到一件短裤，那件短裤一点都不短，因为它大概有在大腿中间的一个位置，很曼妙美丽就对了啦。好，非常非常的曼妙美丽。